中国 GDP 超过日本有何意义？四，应该说，这种经济发展的优先和侧重让人并不陌生。其不仅在前苏联名噪一时，如今更成为所谓中国模式的重要内涵。在此发展模式之下，国家力量的增长自然能够增加公众的自豪感和自信心。自信心，自信心，对不起。啊！